越有些挫折，我会这样做嘛，然后顺便跟同学一起。预备中，你们有预备中，请不要像班长一样，我来的时候才收拾该收的东西。好。然后喝水，你下课时间没有时间吗？右肋同学。没有，我刚去集合。你刚刚去集合。对呀、啊。今天他们最后啊，对了。能捏到四十。站着啊，拍照的。好，来看看这一题。所以这一题要问我们那个。四十六页。遭到反击。来，自己先看。四十六页。他开完记忆这个。基本上就换一换就结束了。第二小题其实很简单。要过去的时候。你看，你眼睛看错地方，背书也是。你看错地方，看到不好的东西。知道就好。对不起。先自己看，等他看完之后再说。请问是三十四页吗？四十六页。哦，才几页而已。就刚刚那一点。还没讲完，你自己马上写。
PA 也换颜色 ，PA 可以换成 PC。TV 不用换，因为它上刚好串成一条。这个下来就刚好变成一直线，变成一直线才容易。然后呢 ，QA 把它换成 QA， 把它换成 QC。然后 QB 不用动，我要比上面那两个变成比下面那两个，那下面的这一个刚好就是 BC， 所以 BC 会小于两边的，小于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三角形内角啊，三角形跟长方形，你想嘛，这一个换成这一个 PA 变成这个就串成一条嘛，它就好像是。本来一条打折的线，本来一条打折的线，那把这一条摆正、摆直啊，不是摆正，摆直之后就变一条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摆过来就变一条，然后把这个蓝色的摆下，把这个蓝色的摆下，你就会变成是在看这一个三角形，两边的大于第三边，就是第一小节。有。来想一下。所以我要比上面的就变成比下面，然后下面的又给换成 BC， 所以就可以比出来。哦，所以是就这样子写。那是 QA 还是 PA 加 PB 小于 QA 加？哎，没错，就是你先得到下面那个，然后再确定上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上下一样，上下一样，红色的是把它换掉的意思，换掉之后怎么？哪里？有吸哈？没有啊，这里有吸不是吗？要擦粉的。好，还有哪里问题？等一下。电风扇如果再搞不定，我就要把它关掉。好，都是。因为电风扇吵架，我把它关掉。好、啊。没有，是它自己。电风扇吵架。没一直在动它，不应该哦。我应该哦，就当做。来看一下，还有哪一题有问题？没了。没了，从三十一到全部。写完了。都写完了，那你把答案对一对。啊，我答案。那本答案被谁拿去了？有一本写错的答案。写完了呢。等一下，先问一下。我的眼睛肿。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就那本，都会喽。对的。第几页？三四。三之二跟三之三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都写完了吗？来翻一遍，翻一遍，从刚刚的三之一到最后。尤其是刚刚你们问的都是三之一跟三之四。老师，四十二页第二题。好，慢四十二页。喂，这题我讲过啦。翻过吗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讲。讲过了啦。讲过了。没有啊。你该比来上台啦。十到四十二页，抱歉，四十二页。四十二页，你写过了吗？写过了，我写过了。你先写补救吧。四十二页。对了，五又五了。那我们就请补救了上来教。好，我来，老师我来。我教你。老师我教，老师我教，我第一名。不准拿哦。好。看一下呢。好。哪一点？有点旧。这个是我第二点。第二点。来，你上来。刚嘴巴过敏。我不要开始尴尬。1分钟。好啊。哎，专心哦。同学上课专心。教我一下。欢迎教老师。没有讲解。等一下，我先报完电笔，然后把你的电笔都已经发了。先教我。安静。好。
那我们首先解题就要先知道我们题目要问什么，所以题目要问 E C 与 B G 的长，然后我们就先把它画出来。两群，两群，把题目丢给他。他第一个动作是先把题目看懂。要知道这两段的长。所以题目是想要求这两段的长。没错。对。然后我们得知的资讯是这些。A B 等于 B C 等于 C， 然后再把题目的资讯画上去。我换一个，可以换一个。然后第一个动作是对的，继续看啊。第一个动作是先确定题目在讲什么，第二个动作是他把题目的条件写上去，需要把题目的条件写上去，五跟七写上去。然后还有一个资讯，他说 A B A C 作为边。回边用 A B 分 A C A C 回边做两个正方形。A D 回边正方形。对。所以它框起来代表它是正方形。对。一样是用题目的条件。它练习做的。你不是抄啊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。邵老师。邵，他是田，是邵。哦，对哦，我忘记了。田老师，田老师，E D 多长？啊 ？E D 多长？这个、哦，对。你知道为什么是五吗？来，我们由右去回答。因为这边是五，而且它是正方形，正方形四个边会相等。你我这是简体字。怎样啊？等一下，我专注在他讲的东西，然后你也专注在你讲的面状。他四个边会相等，所以一张也是。然后我们要算这边了。所以他那个红色的正方形的那个全部是，对。所以。这你就不正确了。不要包括这边，好。我们可以算出这边是。然后这边这条，主体的条，可以先擦掉。你画这样我看不懂。你不写过啊？你没重过啊？哦、好。你说要选蔡有人吗？谢谢老师。啊，不然我蔡有人。蔡老师。蔡有人，蔡有人。没有，我那天请，请假我没有写到。还有苏老师哎。陆晨哎。知道苏老师。老师啊，黄老师。我想把钱。基本上他做了非常正确的事情，这个长度是五，所以这边的每个长度都是。然后刚刚敏汉也问了很重要的问题，是你知道这个五，这个是五，所以其他的东西是五。刚刚敏汉也问到正确的问题，然后他这个是七，他也把这个七写好。然后他一开始就在问什么，这条长度已经解决了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有，有，看到不算 ，C D， 对，有三角形。哎呀，不要看你的答案，看眼睛这边。为什么现在的 E C 可以算？根号 B。为什么根号？根号在用什么？那 B 是 D， 是 D， 因为这里是直角，所以你现在用的是直角三角形。这个直角三角形，这条边不知道，另外两条边一个是五，一个是。十二，所以这一条长度就可以变算，对不对？十秒钟前第十令。好，十秒。第十令。五四三六一。啊，我做的也一样。啊、每一个人都要写。我们做完的。你看。那另外一个是谁 ？P P T。不要吵。这里明明就有很大的空白。写满在哪里？干嘛？满在哪里？哇，满载而归。我们来看美丽的书就会笑，有没有美丽的书就会笑。老师先输了。有一个老师呢，上课的时候呢，就用一个杯子，然后一开始呢，就先丢了那杯石头进去，然后就说有没有满。乌鸦掉进去，乌鸦喝水，乌鸦喝水。这个又满，接下来丢什么进来？沙子，沙子进来算满了没？满了。那你丢什么进来的？啤酒，啤酒，啤酒进来之后满了没？满了。那你丢什么？水。
空气。我是加酸。丢人。哈哈哈哈如何让乌鸦喝到水？我没有听过啊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我都听过了。我根本没有在看。EF 的平方会等于五平方再加上七平方。错。十二啦。为什么？哎，你数学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啥？一二不算出来，一二十秒钟。为什么？你那你算好了哈？对。算的吧。啊，算好了，老师说去检查。一一平方。哈哈，你抱歉，不是一五招。一二五六六。好，那样不叫写过。只有两个人是清醒。哇。哇 ！B 一平方加 B C 平方，然后都可以。我再给你五秒钟，算了，必须要加除的。好。啊。五方怎么？不能过。你这毛肚的。好，时间到，开始。站起来。站起来。没事，站起来。你的，你这个是坐标你班上课的，给我站起来。我要你现在上给我看。啊，真的、哦。补救归补救，站起来。忍者归忍者归忍者。继续算，还没算完。老师一波算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他有算，你没有。我也还没算完呢、啊。我刚刚准备开始算了，我这猫又不能站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老师，不要给压牌，压牌，立国特例，站起来，算的啦，不用特例，你不会算，你没有跟我讲，我在检查的时候你才讲，可以讲，再来，啊 ，OK， 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十六人。好，看一下这边。来，这个怎么算？一 c 等于二。输右了，这个多少？一 c 等于二。五。对，五对，它五的平方就是五五。二十五啊。二十五。五乘以二十五乘以五。多少？白十。好，白十。十二乘十二。一四四。刚好一百六十，加起来多少？一百一六九，一六九，所以一七十三，三十三，没两十三，就这样。然后写好，站着等，写好坐下。是一七是等于四十，写好才可以坐下。你不会就坐下？怎样？我不说了。这里不是要求 EC 而已，他要求谁？我给你 EC， 还请问 EC 多少？跟你说，这电脑很沉，听不懂。EC 哥哥，是你？对，为什么会跟他一样？没错，这个的答案也是十三，没有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有十九、十九。怎么讲？来，这边有会了，三角形圈的，拿两个。好可惜，真的不需要。来拿两个三角形圈的 ，A B C， 跟那个 A B G 啊。来，请你写下来 A B C 跟 A B G， 来用写的三角形 A E C 全等于三角形 A。B G 全等的理由是什么？来，根据什么条件？会全等于三角形 ，AEC 对 AEC， 斜照冠 ，AEC 全等于三角形 ，ABG 全等于理由是什么 ？EAS，EAS，EAS，
来，谁跟谁一样？来，一分钟记一遍。我叫他要写一次，不然你就上黑板来写给我看。要再写一次哦。要再写一次。新加坡乌鸦。人没有位了。没有位。新加坡这边。没有位。我说人都搬起来了。没有位，就看一下。如果我找得到呢？啊。因为你要必须。这里。你写在这里哦。在这里。哦。不然老师把他车车灯再重写一次啊。阿姨刚说了，你要让你为什么面向后方呢？来，先写红色的好不好 ？A 一跟谁 ？A 一跟 A B。所以红 A 一跟蓝 A B。蓝 A B。好，再来。再来，红色的什么 ？E G A C。红色的 A C。B G。红色的 A C 跟蓝色的谁？蓝色的 A G。这个要写 A G 啊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 AC 会跟 AG 一样？好 ，AC 因为 C 等于。等一下，为什么 AC 会等于 AG？ 正方形。大正方形。AE 会等于 AB 是因为小正方形。好，再来，还有什么？角 A 等于角 A， 讲不清楚，因为角 A 这边有大。EAC。好。所以红色的角 EAC。EAC。会等于蓝色的什么 ？B A G， 蓝色的 B A G。对，然后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都会相等呢？因为他们都是九十度，再加上中间的 B A C。注意看哦，这个要写，要写，因为这是理由。哪里？不是你讲它相等，它就相等，这是理由。理由应该用括号表现。这两个为什么可以相等？是因为它们都是由一个九十度，再凑上中间这个绿色角。九十度凑绿色角是红色角。然后呢，九十度凑中间的绿色角也可以凑出GAB 这样。所以 GAB 跟 EAC 都是九十度加绿色角，九十度加绿色角，都是九十度再加中间那个绿色角，所以它才会边角边全等。这个一定要会写，因为全等，所以你才可以说 BG 的长度可以用这个来算。那题目最喜欢考的是要考你这一段。那你这一段没办法算，所以你就利用这一段来算，因为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可以用。所以全等很多题目算不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找全等三角形。尤其是你们这次段会考很多全等三角形可以用。好，还有哪一题有问题？尤其是三之二、三之三，用看看。好，这我改完了，全对了。全对，好，哪里？上面，好，来看上面。来，这一题的上面。好，一样，我们把题目要问的东西先搞清楚。题目要问 D， 所以它的重点在这一个。那我要知道这一个的位置的话，我会需要什么呢？我要找，等一下，同学啊，你要先会一个东西。AB 等于 D。等一下。问一下，这个点的坐标要看哪里？先写 x 还是先写 y？ x 是，所以要先往 x 找，对不对？这边如果写5的话，这边就写。这边如果这里写5，这边大概会写五、六，还是4吧？四比较合理。所以，然后等一下，5是什么意思？5是什么意思？这个 x 等于5。你要讲清楚，五是代表这一段的长度是多少？五、哦。重要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。
长度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刻度，长度可以让我们知道刻度。就像我们再来看这个，所以呢，我要知道这个点的坐标，我需要下来找一下这个刻度。这个的刻度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我可以怎么样呢？看一下这个的长度。那我要找这个的长度，就透过谁去了？请问一下，这个的长度透过谁来看？这个，那个，对，所以我只要知道这个的长度，我就可以解决这个的长度，我就可以解决这个的刻度。我先要画这个上去，你照看，就算你会了。问题怎么？我只是个小孩。我要找第一点的 x 坐标，我要找刻度。没有给我刻度，我就透过长度。那我要算这个的长度，我就利用这个的长度来算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只要 df 的长度，我就可以知道它的刻度了。那 df 它没有给我长度，先不管它。反正我目前已经知道到这里，接下来擦掉。然后呢，我还需要什么呢？我还需要 y 坐标。我需要 y 坐标，所以我需要这个地方的刻度。那我需要这个地方的刻度的话呢，我就会需要知道这个地方的长度。可是这个地方的长度是在这个地方的长度里面，所以显然我应该会需要知道这一点的长度，来协助我来算出这一点的刻度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反正我就是需要知道这一条的长度，还有这一条的长度，我就可以知道它的坐标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给我什么讯息。A 跟 B 一样，长度15，所以 AB 15 ，CD 15 ，BC 9。然后呢，角 C 跟它都是90度。然后还有一个角度一样，角 A 等于角 B。我觉得这两个三角形已经全等了，为什么？哪一个理由？直角。直角还不够，条件一定要三个。SAS。哪一种 ？ASAS。来，按照顺序哦。你看到角度对不对？你看到角度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这个叫什么 ？AA。S。你看这里也会一样。角度，角度，长度，所以 AAS， 起码这个证明一分钟写出来。来写，因为什么跟什么相等？因为什么跟什么相等？因为什么跟什么相等？对，所以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BC 做对到 ABC 对 一。认错了，可是忘了。对。ABC 的 A 应该对到什么？圈要对圈圈，所以对出第一，所以对到一，就是度对出。全等了，你我们刚刚讲过了 ，A A S 全等。来，一分钟把空格填一遍。你不管有没有被教过，你都要重写一次。尤其是你被教的，本来就自己会的，我不会要求你写第二次。你被补救教的，你要再写一次。没有空格就跟我讲，会找会写的人写。如果不就会的嘞？真的，真的，不是来写。蔡老师，我没有说我啦，我重写一遍的呢。不能过。对啊，你没有补救不是？有有啦，啊是有有。我这五十分上完数学，然后呢我数学干嘛不用啊？我要补救。那个地方我会叫机。那是因为你在催眠的时候，所以没事。我也不想浪费去打球。哎呀，这边好了，我这边声音有过吗？没有过的话，它是明年才会有效。哎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谁跟谁相等，来。你还别测那么多次，就有一次我乱猜。谁跟谁相等？明显就在这里，哎，不是吗？对。好，你先讲一个。测三次了。这个 A， 综合被严重就。A B， A B 跟谁相等？助 F，AB 不是跟助 F， 对 ，AB 跟谁一样？助一啊 ，AB 跟助一，快出，看黑板，第二个条件，不可以看上面，看黑板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，看
这里，回答我。回答什么？回答什么？哦哦哦，那个问题啊。一，这我看不到黑板啊。E F 哦，跟 E F 无关。接下来是角度。角度小 A 跟谁一样？角度。小 A 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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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角度都是直角，理由是因为直角。再来，还有谁跟谁一样？角 A。角 A。角 C 啊，不对不对，写错了。角 A 是角 A 跟那个角 A， 名叫角 C 跟角 F。角 A 跟谁一样？角 F 啊。角 A 跟角 C 对啊，只是角 C 跟角 F。角 C 跟角 F。角 C 跟角 F。角 C 跟角 F 啦。才是角子啊。对，我想刚角 C 跟角 F， 他们两个相等的理由是因为都是角。好，就因为这三个理由，所以我们才会 A A S。那因为它全等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全等来讲一些东西。来看一下，所以这里十五，这里十五，然后它有告诉我的地方是九，请问下哪里也可以写九 ？F 一那边，对 ，F 一，来，你养成一个习惯了，你只要把它对好就好。A、B、C 对谁？帮你一下，猪 E F， 来 A 是对谁？猪，猪，那 B 呢 ？E F， C 是对 F。好，你先把这个写在旁边，然后就不用这边对来对去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这个九是 B C 对不对 ？B C 跟谁对 ？E F 对，所以 E F 就是九，在旁边这边写上九。耶。然后你注意看，有九有十五，这个能不能算？猪一等。来，毕氏定理算。再一次，十秒钟，把 B、C、D 的公式写出来。最长边的平方会等于两个短边平方。一哦，最长边是什么？十五，所以十五的平方会等于两个短边平方。写出来，你看用讲的。你讲的，不用讲的。哦，那个，我十五等于。好，十五不是十五等于十五平方，等于什么？有那个二。对，九平方加什么？跟那个二。加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 E 跟 F 跟 F 对不对？对对，猪 F 都可以的平方，然后算十秒钟。十二吗？不会啊。记一下，306是谁？你算出来是306吗？不可能，你算错了。这个多少？22。九的平方呢？81加多少才有机会变成22？相减多少？36。相减多少？6。相减不是相加，一四四是谁的平方？十二。所以猪 F 会等于十二。为什么？所以请问一下，猪的哪一个坐标已经知道了？12。对，哪一个坐标？这个前面还是后面？前面。前面填十二。哇。后面有个。六啊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告诉我说，一点的坐标是零负三，来，一点的坐标告诉我喽，来注意看哦，这个的位置是负三的位置，代表这段距离多少？先回答我。好，然后呢，注意看哦，刚刚我们不是知道这项是九吗？那就代表这一条多少？六。六很快，这个是先九，然后再扣三得到多少？六。那你看到它是六，你看到它是六，那就代表这个刻度是多少？六，对，所以第一点的坐标就结束了，前面十二，后面六。再说一次，因为他有告诉我这个点的位置是负三，就会让我知道这一段的距离，透过刻度就可以让我知道距离是三，
负号只是它在下方而已。所以三直接告诉我从顶到这个点的距离三。然后因为我晓得刚刚有告诉我这个是九，所以这个是九，那我就可以算出来，这个是六。那你知道距离是六，就代表这个的刻度是六。所以第一点的坐标 y 坐标是六，开始坐标是十二。但是我要考你一个东西，注意看好了，你会不会？这个的长度是七啊。这个的长度是，请问这个点的坐标？来，每一个人三秒钟写答案，不行不忘，写答案而已。来来来，不讲不讲不讲，开始写，动作快，每一个人都要写答案。不用写题目，随便找个空位填答案而已。你看，是我那个，你在玩橡皮筋。不是我那个笔。哪个？我那个笔裂开，我拿橡皮筋把纺织条橡皮筋跑到弹簧里面了。很厉害哦。不是啦，我没有不相信你啦。好厉害。可不可以先拿另外一支笔先处理？我没有笔了。你没有笔了，来那个借他一下。他等下改天就坏。他已经委屈要跟老师借一支。会出答案。喂，第一个答案，你看，我应该老师跟我讲讲起，你看答案，哦，答案应该是猪十二六，同理答案，七四是错，四七，啊，他说在哪里？因为他在这边，所以要小心。母亲呀，所以你要小心。刚刚我为什么会距离就是刻度，距离就是刻度，因为它在第一象限。第一象限 x 是正的 ，y 也是正的。你要先看看你在哪里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个叫第一象限，这个叫第二象限，这个叫第三象限，这个叫第四象限，对不对？对。请叫负五，负三在哪里？第三。厉害。那我问你，哪一个变成正的就跑到第四象限？那个。哪一个变正的 ？X 变正，回答的很厉害。是吗 ？X 变正 ，X 是正 ，Y 是负，就会在第四象限。好，看一下哪边问题。没有。怎么有？没有的人，我来看一下你们全部的。认真看。礼拜四交代请老师，要求你们明天交，你就明天交。我跟他说的本来的说法是明天的。那这个礼拜四交。礼拜四是给那些没办法在明天交的，就是礼拜四是底线。这礼拜四有。这礼拜四，礼拜四不给我，我不干。意思就是哪一点？三十二，同学请到三十二。三十二。有搞啊。三十二在哪里？脖子都是三十二。三十二在哪里？三十五。立他吗？好，来看一下这个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。他告诉我是六边形，然后告诉我 ABC， 你就把 ABC 圈出来 ABC， 自己告诉自己之内已经解决了380。接下来呢，他告诉你 D1 是230，一样再一次哦， D1 也解决了，这边是230，只有哪一个没给你？只有这个没给你，这个刚好就是题目要的，那不就是利用什么？减二五，哎，对，用全部的内角，岂不是六边形可以切出全三角形？切一下，切一下，切一下，切一下。一定要切。十秒钟切一下，你可以切出几个？可以切出四个啊！你是要切三角形吗？切三角形，可以切几个？小的很简单呢、啊，可以切四个。
这是里面最简单的。所以180有四个，然后再扣掉他已经给你的，再扣掉他已经给你的，那不就是答案吗？110啊，这国语老师没问题。然后再写拿就好。我把它写完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有趣耶。这国语老师给你，我们再注意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请问你哦，我们不是会画中学线吗？对。学校这个过程当中用到的是哪一种三角形？菱形。菱形。等腰三角形。那个是四边形的性质。如果要考你，它是哪一种三角形？等腰三角形。等腰三角形的选种有几种？等腰直角。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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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S 哦。请问你在画图的过程当中，能够说明的是哪一种全等 ？S A S， 两个等腰啊。你在画图，你在画什么？来，每一个人写答案。这五个挑一个。你觉得哪一个是答案？尺规作图到底做出了哪一种？下一个。A S。都写了哦，都是题目写下。写吗？你在尺规的时候在做什么呢？你在做这个跟这个相等，不是吗？对啊。你在做这个跟这个相等，不是吗？对啊。请问一下，你有讲到角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唯一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两个三角形的全等，叫做什么？他很勇敢的去讲。那我这里，哎，有一个角叫角 A， 然后你在旁边画一个角 B， 跟他一样。画的时候呢，不是这样画的，就是呢，就他画什么就画什么，然后呢再去量一下这边有多长，就把它复制过来。看这里，连上过来。请问一下，你从这里做到这里，请问你用的是哪一种全等性质？哇 ！S A S 来写。写答案，写答案而已。一年代火力冲啊！没有学习。S A 后面是。好，你的答案是哪一个 ？S S。没错，还是 S S S。为什么呢？你刚刚在做什么事情呢？是画规划图，把这两条长度画到这里来，不是吗？对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去量这一条的长度，把它画到这里。哦。所以 S S S 全的。OK。对，理解。好。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考一题。谢谢老师。好可惜哦。太难过了。